咱们村又和李家店抢水去了，鬼子都打进中国来了，他们还在这里搞内讧。走，看看去。四爷，什么事儿啊？常家里已经带人到了河边了。走，走。 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你没事吧？ 还有几个人呢？整个阵地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。程强李，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今天大家为什么来，心里都清楚。我就告诉你，今年交地得可着我们李家店先来。哼哼哼哼。程强李，你说这话太混蛋了吧？ 怎么就可着你们来？就这条河，就这些水，光可着你们来，我们就不吃饭了不成？您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
嗨嗨嗨嗨，什么叫欺人太甚？涂老四，你们村打了十几口井还要来抢水，我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了？欺人太甚，老子就欺负你了，你敢怎么着？哈哈，畅强，你啊，你还凭着这条破枪还能掀起什么大浪呢？老子这杆枪别的不说，挑你们几个狗日子足够了。鬼子在青龙山打起来了。什么？打打的整整一天。把咱们的货收拾一下，我去临前寺。现在鬼子没什么东西，景王，你从阵地侧面冲出去，把咱们的情报告诉给大部队。鬼子大师在吗？这批西药关系到野战部队几百个同志的性命，咱们这次没完成任务，你无论如何要把咱们的情况告诉给大部队，让上级再做打算。快走，连长，这是命令，快走，回来，机灵点。是，万施主，别来无恙啊！托福托福，我今日来找大师，实在是有紧急的事情要您帮忙。好，请讲。实不相瞒，我家里有一批西药。西药？据老衲所知，这可是万治的物资啊，等闲之人是买不到的。您这是？这批西药我是打算送给准备送给这个八路。司令官阁下，看来八路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。一个八路军的连队编制不到一百人，居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我们的辖区内，并且和我们的大队将近两千人对抗了整整一天。田中军，你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吗？在他们身后有一条深深的峡谷，命令部队发起总攻，占领这个山头。记住，要活的，我要知道他们的目的。嗨，夏迎风，哈哈，老夏，往年抢水我左请你不来右请你也不来。
山下枪炮兵团，莫非你是？他们就是来取药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碰上鬼子了，看样子是过不来了。需要我帮你什么？这鬼子既然打过来了，这批药明着送出去是不可能了，放在家里我就怕落在贼人手里，因此我想能不能借贵宝煞做个中转，等到时机缓和了再找机会送下山去。老衲虽然身在佛门，家国大义还是懂的，万老施主为国出力，我一个老和尚有什么推脱的呢？既然如此，老夫这里谢过了。阿弥陀佛。借个火，我很欣赏你作为一个失败者的镇定。你是不是觉得把我们连打的就剩我一个，这个仗就算是打完了？这把枪里还有一颗子弹，本来我是留给我自己的，但是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嗨！雪儿，钟叔，钟叔，雪儿，钟叔没拴着你吧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摸摸摸，吓不着，摸摸摸，吓不着。哎呀，没事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你玩什么？这闹腾什么呀？朱叔，我手上沾了刚研制的催泪药水，看来还挺管用的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一会儿就会好的。哎，你这个孩子，一个真是。朱叔，你找我干嘛？老爷爷告诉你，晚饭他就不回来吃了。他不回来吃饭，他去哪儿了？西药藏在老衲寺中，没事儿。只是如何运出去，您可曾想过呀？这个，我还没想好。押送这样重要的物资，必须有一个胆大心细的人为好啊。嗯，说的是。大师如此说，必定是有人选了。山下十里马步池，有一位夏银峰，夏先生。夏迎风，万施主知道此人吗？岂止啊！当年我在前朝任知府的时候，联军入寇，就是个夏迎风，是义和拳的大师兄带头杀洋人，让官府给拿了，还是老夫我点名放的人呢，只是未曾谋面。
阿弥陀佛，女施主，你有事吗？我找我爹。哎，女施主，女施主。女施主，哦，我这儿。臭小子，这儿还真不错。这也真是的，一个人来也不带我。女施主，你要找谁，我给你通报就是。这里不能乱闯的。我没有乱闯啊，不是有你跟着吗？去哪儿了？小和尚，我都快转晕了，到底应该往哪儿走啊？往这儿。哎，女施主。小姐，我还不是这，我就是。哎，你怎么这？你干嘛呀你？哎呀，你个臭丫头！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！此人跟我是故交，可以称得上忠肝义胆呐、啊，练就一身的好武艺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瞎子。西药之事委托给他。最合适不过了。好，多谢大师指点，老夫记下。爹，雪儿，爹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我找你好半天了。你怎么来了，师傅？师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师傅，你就是这小丫头片子，她，你看我眼睛，就是这个臭无赖，她先欺负人。谁欺负你了啊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下手也太狠了你！谁让你进屋里的？你活该！好了，雪儿，不许胡闹！我没胡闹，爹，真的是他先欺负人。赶紧赔礼道歉。爹，快点！哎呀，师傅，雪姐，没听见。对不起，略图无礼，施主见谅。哎，不妨事，要怪也得怪我这个女儿冒冒失失的闯了，才有这样的误会嘛。说来也巧啊，这孩子就是迎风之子，名叫世杰呀。啊！这
这孩子啊，见血就晕，就是晕血症啊。迎风将他托付给我，一方面陶冶他的性情，另一方面呢，委托老衲给他医治隐疾啊。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些个顽皮，得罪了令爱。小孩子家的事儿，顽皮而已，罢了罢了。老衲嘱咐之事，施主还是尽快为好啊。老夫记下了，告辞了。阿弥陀佛。慢走啊。哎，师姐，啊，你怎么还哭啊？不是师傅，那他，你这孩子。这孩子真是，爹，慢点。好好好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爹。嗯。爹，你快来。你看，爹，他们在干嘛？哦，恐怕有械斗啊。哎，强强李。睁开你那小眼睛，好好瞧瞧。哎，认识前面这位吗？夏迎风，夏爷。夏迎风，名头响得很，可是咱家没见过你的身手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猪尿泡做的孔明灯吹出来的？大家都是乡里乡亲，同饮一方水土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的商量，非要拳脚相向呢？依我看，有什么争执不下的事体，不如素质有私，自然有法理来裁决。诸位觉得怎样呢？你废话少说，识相的就赶紧给我离开这儿，要不然别怪老子的长枪不长眼睛。给我上！小子，有两下子。呀！身健体，手重武德，你这样狠毒，招招都想要人的命，实在是不堪，应该教训教训。您要是早出手，咱马木池早把李家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哎，瞧瞧你，你现在再给爷牛一个试试看。哎，四爷，乡亲们，今年这水啊，咱马木池是要定了。要定了。我早说过了，我不是来助拳的，涂四爷。
李，放水浇地本是小事，年年为此大动干戈，既伤了两村的和气，又扰了乡里的安宁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以伯仲十日为限，以单双为准，轮流浇地可好？什么？一村一半？不行，那不便宜了他们吗？弟兄们，走！是是是。今天我既然出手，事情就管定了。谁要是还想动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两位觉得如何？原本也以为不上，就依了你。只要有水浇地，老子什么话都不说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一言为定。谢好。爹，等等我，爹。敢问可是夏迎风夏先生？二位是毕兴万万夫里，您是万之夫。老夫早已挂冠喽。果真是，当年多亏万老先生相救，一直未能相报。今日方才得见，实在是师英，这位就是父亲的恩人，快来拜见。万老师，不需多礼，不需多礼啊。夏先生，老夫今日乃有事相求啊。难得万老先生有如此情怀，这种为国为民的事情，在下在所不辞。既然这样，老夫这里谢过。好，那就后天县城外五里长亭，不见不散。好，不见不散。没搜到。嗨，那就是他还活着。继续搜。一个受了重伤的人能跑到哪里去？在附近的村庄里搜捕，一定要把他抓出来，绝对不能让他在民间里获救。一个八路就是一个火种，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骚乱。老万呢、啊、把咱们的皮货准备好，后天送出去。哎，
爹，哥，哥，你怎么算回来了？我的新玩意儿，我演给你看啊！哒哒哒哒！哎呀，好好好，不看了，赶快收东西，我们走。走？对。去哪儿啊？跑啊！爹，今天县长开会决定了，要撤退。合着你们开了一天会就决定逃跑啊？什么逃跑？这叫战略撤退，这以后我们都还会回来的。赶快走，咱们什么也别说，日本来想走走不了了，知不知道？混账！一个堂堂的县政府的秘书，大小也是国家的命官，国难当头，不思报销社稷就想着逃跑？哼！今天我在这儿啊，谁也不准走，我们万家不许有逃兵。爹，你可就别拗了，这等日本一来，你想走也走不了呀。我不管，你要是敢走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哎，爹，爹，你看他。鸡蛋，我让你偷鸡，你得给我弄鸡蛋干嘛呀？老大，这村里的鸡剩下没几只了，再偷，明儿恐怕连鸡蛋都没得吃。放屁！你知道老子多少天没见肉了？让你偷个鸡，你给我弄两蛋回来，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呀你啊？那实在不行，我去找只老母鸡。把这几个鸡蛋孵上两天，不就有了？不让你瞎说！哎，让开！哎，爹，哥，哎，快把这人给我弄到屋里去，快！快！你都看清楚了。那可不，连盒子炮都露外边了，而且还一身血。四爷，您说会不会是八路呢？八路？我，爸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听说前两天鬼子和八路在青龙山下干了一场，没准儿啊。这就是那打剩下的。哎哎，爹，这怎么样啊？皮肉伤倒是其次啊，内伤倒是有些麻烦。内伤？啊，好像是从高处跳下来震的。哎，师姐啊，啊，你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？没有。有，那个我撞到胡维了，他看到了。世英啊。赶快出去看看，有什么动静马上回来告诉我。好，我先去。嗯，他娘，哎，赶快给他换件衣服，人不能留在村子里，你们俩也准备准备啊，咱们一块带着人上山去灵泉寺啊。爹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什么了，赶快准备吧。以后守住各个路口。
你是这个村的村长？哎，是，是。我问你，你们村里这两天可有八路出没？没有，没有。真的不知道？将军，将军，我知道八路的下落，我知道，将军。朝咱们家来了。什么？胡飞这个小王八蛋，我早晚一天收拾他。爹，怎么办？哎，已经都来不及了。师姐啊，哎，你带着你娘和八路兄弟先出村上山，我和石英应付了鬼子，就来找你们。不行，我留着跟你们一起。哎呀，就你那个老毛病，要是犯了，怎么办？快走吧！哎呀，哎，快快快，走。你找错地方了吧？我们是本分人，只认识这村子里的土路，不认识八路。你胡说！我明明看见你家老二把八路背回来的，你肯定是把他藏起来了。我去看看爹。
眼光里始终闪烁你的身影，是你把我灵魂唤醒，在一起患难与共，肝胆相印，用生命眷顾生命，用真情互动真情，风雨中我们顶天立地，笑看谁是英雄，黑夜里温暖感动，我们等待黎明。